画。楼梯，楼梯。当心哦。这是校园。啊？中心地啊。这个就校园的就是那个教学楼，最主要的教学楼。你刚刚进来的时候花了好多时间熟悉这里的环境吧？没有啊，一走就知道了。不的。来给你们拧紧看。对呀。那是个图书馆。有那个英国一个18世纪一个重要是一个诗人的那个就是那个很多文体，嗯，对，叫布朗。当时你拍的照片很漂亮。哪个照片？你跟那个谁，跟你们同学拍照片很漂亮。那是2007年给你，今天回来时候拍的。啊？在这里，在这里拍的。在这里拍的。我当时看，因为人家挺漂亮的嘛。对。啊。那上英文课的地方嘛，上英文课在那里上。重温，让你感觉到。